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不小便。那在上一次呢，我们有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发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叶子。那么正常来说，这个叶子它应该要是茎叶的这个状态啊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发现说，其实官方它已经准备要推出这种所谓的红叶啊。虽然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，但是小编最近又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发现了它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改版，这个几乎可以说是确定会出的啊。那目前来说，我们的包月呢是绿叶，然后右边会有一个无限的这个符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绿叶旁边无限。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。好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最新发现的一个图片了。那这个很明显的，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是紫色的这个包月哦。这张图呢，不是小编自己去 PS 的，是从官方的档案里面捞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小编觉得说，既然之前有红色的这个红叶，现在这种紫色的包月哦，叫做我们简称来讲叫紫包哦。这种紫包呢，基本上应该算是很有可能推出的这个叶子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这一次比较肯定的说这个会推出呢？我们先从商城里面来看。以前来说，我们这个包月呢，就是买这颗龙之龙玉嘛。那大家有知道，这个东西它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。那有些人其实对这个效果呢，他不是非常满意。譬如说，有一些客长们他们想要更快的这个练功速度，但是这一颗基本上对他们的效益来说呢，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帮助。那再加上刚才有那个红叶，所以呢，现在官方哦，他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一颗。好，那这一颗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如果是这一颗啊，再搭配我们上面的这一个哦，是不是刚好就是一组？所以哦，以后未来会推出这个紫色的这个包月哦，这个紫包，然后使用之后呢，就会变成这种紫色的无限的叶子。那么这个叶子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呢？来，我们先来个预测好了，我们来一个预测哦。这个紫色的包月呢，想必应该是会比这个一般的包月来说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可是呢，现在的目前的这个龙钻呢，已经到700%的经验，200%的金币啊，所以这个紫色的包月，它有可能会接近目前这个金叶的这个效果。那其他再上去呢，如果说你要再吃这个钻石补充的话，有可能这个钻石的这个增加的量啊，就是譬如说我们到紫叶或者是金叶以上的这个储值的话，它有可能会有额外，譬如说可能经验值到900%，那金币呢可能会到400%，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改变跟这样的效果。所以这两种状况加起来，我觉得说很有可能哦，这个是在未来大概3周年的时候就会推出这个所谓的紫色包月哦，这个紫包。那么上面这个呢，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吧，看它这个包月会变成是什么样子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小编再来跟大家讲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哦，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一个，好，这一个。角色删除卷哦，这个是角色删除卷。那这个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让大家可以没有受到等级限制的去使用这个角色删除哦。你不需要等到60级，你就可以去删除，也不用再去等这个7天哦。使用之后呢，24小时它就会把这个角色删除掉了哈。所以它这边就是让大家去方便删除。那这个价格的话呢，就是400钻哦，跟你开一个新的角色狼威是一样的啊，这个都是400钻。那这个是韩版最新贩售的一个东西，那同步呢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好啦，那这个影片呢，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。如果想要知道最新韩版的改版资讯，还有最新的一手情报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现在右下角的订阅，还有小铃铛按下去，才可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上架通知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